昨天剩下的料来配这个鳗。好这个之后呢，另一片放泡菜跟肉松。泡菜，泡菜超香，真的超好吃。然后 cheese 这放不放都可以哦，看你自己喜欢。放了很久的青咖喱都结冰去了，结冰结到上面都是白色的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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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超香的青咖喱。然后 idea meal， 下一点 idea meal 下去，比较浓郁，不能放太多，适量。我就加一点大豆豆皮泡好水的哦，泡水过后把它水压掉，你就放进去。青咖喱要配米粉才好吃呢。P.S. 这青青的就是我种的青绿豆苗。然后最后一步调味，放糖，放香菇颗粒，放糖，放香菇颗粒，撒撒撒撒撒撒撒。买了很久都没有用到，用看，感觉还可以，倒出来看看，倒，哇，好美啊！人生第一个饭团，超美的。哦，好了，哦，好美呀、啊！拿下来看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哇哦 ，I like it。